出现怪兽。烈焰霸王龙，前方出现怪兽，我们马上合体救援。收到。这个好像是一个新玩具，兄弟们，我们一起回去看看。兄弟们，这款玩具呢是新奇暴龙战车四战龙合体玩具，它有两款，第一款呢是我们的变形烈焰霸王龙，还有一款是我们的变形飞火列车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拿出来烈焰霸王龙来给大家展示一下。烈焰霸王龙机器人形态，接下来我们把它变成恐龙形态。霸王龙形态变形成功，呀吼！接下来我们变形飞火列车。哇，这个列车机器人也太炫酷了吧！兄弟们，接下来我们把它变成第二形态。飞火列车变形完成。好了，兄弟们，今天我们的玩具就玩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Goodbye。